啊，这棵小苗太阳太晒了啊，然后然后这个纸袋也太小了啊，早上浇了一轮水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啊，它也脱水了啊，好可怜好可怜啊，脱水了，哎，再浇一点水给它，好可怜，脱水的啊，是时候要换盆了啊，再不换来讲，就是天天要浇水，一天要浇两次，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啊，先浇一点先，等一下再浇大一点水。